这是什么？你们在吵什么？怎么这么吵？在做什么？我在洗澡去啊。你这样我要去检举哦，违反雇用童工。我的毛利。我转一贴纸，你才会有毛利。你们违反雇用童工，我要去检。对手。啊，去看姐姐在做什么？我在做家事。姐姐，姐姐，先关掉一下。你好，警察，听说这边有违反雇用童工，我要检查，我要检查，怎样？快点！这是什么？你小女孩基地啊！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